陈树国石所造之物，到底还是烈性难除，愚蠢至极。我也从未想过你怀有如此恶毒心思。莽夫，本尊辛苦谋划千年，皆是为了唤醒神族，不得无知之辈却妄图将本尊大业尽毁。这不过是你的妄念而已，不必找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放肆！区区一介人族，竟可吸纳武灵之力，天地灵气散逸六界，世间众生同有同享，同生同存，自视为正神，却依然囿于樊笼，着实可怜。不等低劣之辈，我今也只能成片刻口舌之力了。蝼蚁卑贱，才妄想平等。本尊乃伏羲天地以自身灵力所塑，只需本尊奉献此身伏羲之力，即可继承。请将自己作为阵眼。武灵星和灵兽的本源相通，此结界需我破解。驯化炎。
威仪天魂。在这里给我等着，等什么？演播权灵气已经完全枯竭，等到魔界变成大荒，大家坐以待毙吗？让你们等着。看到了，退下。如这劣品，师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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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走，师姐，我们说好相守一生的，你不可以走，师姐，青叔，青叔，本座乃天帝驾下九天玄女。我师弟
修吾呢？师姐在我心中同样是特别的存在。等此间事了，我会请求神界允许我留在这里陪伴师姐。我喜欢你，想成为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。修吾剑手为律犯禁，思恋凡人，然制止乱臣，求人得人，功过皆消，其原果将重归神树。他为什么在你生命即将消亡之刻，修吾用共生之术将你救活，神灵月清书，你助神界成奸有功，案例可赐引渡升仙。我只要修吾，他已还命于你。再难复生，缘起缘灭，何苦执念？我们说好的，无论将来如何，彼此都不分开。还望玄女大人，让我带修吾回明树门。也罢，世事造化。自有命数，但春姿剑为神界神兵，需留在神界。多谢玄女大人成全。心苍天，有神又何仙？
天飘落无声的烟，记住我们初见的那一面。山河一落雪，是非纷扰难解，杀一切望断恩仇世界，天下安定后，天师门和白家致力于弥补过错，天师门自省，重返道心，晴妹倾白家之力补偿旷野，协助百姓重建家园。七友中的仙灵兽在复生后多投效明术门，对弟子们注意甚大。之后明术门声望日盛，拜师者络绎不绝，小秋成为了我的小师弟，他如愿得到了一只能抵抗煞气的玉灵，潜心修炼，已经去了魔界，加入天魔众。他还告诉我，玄女大人曾邀请魁羽前辈重归神界，但前辈拒绝了。我想无论前辈身在何方，他心中之道都不会有变。晴妹同阿游一起回到泉隐村成了亲，一同致力于研究医病解毒的良方，他们常纸鹤传书来给我，还给爷爷捎来治风湿的药。只可惜爷爷已经用不到了。
虽然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但我知道只有他一直在这里，不会离开我。